大家好，我是信哥，我现在又做视频，开始视频日记了吧？我刚刚到，不是昨天，前天吧，刚刚到上海这个地方，来亭南路、顾代路，跟我朋友吧，这是我高中同学一肉，很好，苏大毕业了啊。高材生呐，有老吓死！一总，我们去哪里？我是苏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，我打算回到我的学校。好。你知道听说过 IVT 吗？没听说过。在全国大学里数一数二。对对对，数一数二。清华大学，北大算个屁啊！在 IVT 面前，不算，算个毛。啊！天上又来飞机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正处于虹桥的降落的航线吧，飞机啊，昨天我这几天我看了新闻说越南足球队在 U23 那个比赛上面获得了亚军，他们进入了决赛的嘛，出线了，越南小伙子还是可以的，所以呢，我希望那个中国国足啊，他也要加油啊，不能说输了缅甸又输越南，输了越南都没人输了，哎，加油啊！不过不要说越南人民这个对足球的热情呢、啊，确实是万人空巷啊。上海这边随处可见这种摩拜车吧，随处可见。李总，你觉得刘大圣怎么样啊？不，你觉得信哥怎么样？信哥是我爱的性教育。怎么样？评价一下。非常逼。可算人了，这海南普通话就是这地方写的。来来来，你拿个手机，你把它破破，还有，嗨，我已经到上海这边了，跟我朋友住在一块。上海这边昨天下来鹅毛大雪，今天的话地上都没雪，地上都没雪。拜拜，上海，拜拜。